老美共桃园在总冠军赛取得3-0的绝对优势 ，Game Four 期待可以在台中的洲际球场完成横扫，撒下蜂王的蓝色彩蛋。大师兄林志胜赛前向队友们信心喊话，关键是要平常心的面对，全力以赴。赢的已经过去了，今天赢比较重要。前面都三场这么努力的，为了赢下球，大家都努力的拼命嘛。那今天这场胜利格外重要，然后我们会比一样平常心啦、啊。对了，一样也还是要平常心啦、啊，但是全力以赴，尽力嘛。啊，胜负就交给上天了，对啊。经验丰富的林志胜显得老心仔仔，那么超级新人蓝盈伦则是相当紧张。尽管前一场比赛扫出4支的安打，这一场还是难掩兴奋情绪，甚至前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。其实自己前两仗就还蛮紧张的，对啊，毕竟是第一次打，然后就还在找自己的自信心，然后也刚好手也刚好，然后昨天就慢慢找回自己的信心，然后也比较不会那么紧张，对。所以我昨天晚上有点睡不着，因为就差一步而已，就真的差一步。然后我觉得一切的值得，等拿到了，一切都值得，对啊。面对控球不错的奶茶星林玉金，蓝盈伦也透露自己的攻击策略，希望能够尽量上垒，发挥自己的快腿功力。因为我们赛前也有事在分析啊，然后教练也说，就我们就采取积极进攻，对，因为他的控球也是算不错的。3场的胜利在手，对于暴力员来说是优势，也是小小压力。如何把心态归零，关系着 Lamigo 能不能在第4战就畅饮蜂王香槟。未来电讯消息窗黄化君台中采访报道。